南台湾独岛北岸强震，轨道向前都进入行硬拍拍的。对地图各有研究的专家，如果搞大家用来对地图以风的方式来断讲，怎样差不多离七个一样呢？韩国地图的时间要用来紧急应变，当时的提干作物综合过后还保暖性命。真通台模拟声音开始，根本无限停运上下左右方通。铁桶专家表示，铁桶除出部长铁的距离比水平部分搁短，铁桶来的时节，驾驶民众还做得感应到上下真通，也都表示真阳台离七架三四十公里附近，一个时节在关键走出一户的路牌。错动的那一个刹那哦，那因为它的上下波哦会先到达，那比较远的地震这个。上下垂直波就传递不就会衰减。因为台湾喺南北狭长一带，通常铁桶发生的时节，同时向真通的加速度会比南北向还阁强。故说铁桶专家要提醒大家，南北向的建筑物会比同时向更容易凹陷，要特别注意。那东西方向加速度来攻击你的建筑物的时候，假如你的建筑是坐北朝南，那东西向的加速度来攻击你的时候，你就容易被推倒。铁桶专家还发现，不管是声音、是模拟，也是实际的案例，铁桶落的时节，建筑物的一条是最容易凹陷的部分，因为一条除了承受所有建筑物的冲力以外，还要对抗铁桶的冲击。不少专家也呼吁民众，铁桶落的时节，该容易造成一条的门窗变形扭曲，被民众跳下台屋的地板，一个时节都要赶紧走去二楼，那会增加生存的机会。下个新闻，陈文玲高雄报道。